这一副，好吧？你在演唱会舞台，你还会见到我。挑一个好不好？我妹兄的演唱会能够非常厉害，少年侠客，非得要去拼一下，疯狂尖叫声带掌声。倒地来一下，倒地来。OK。我们先来，先凑一下。来，我们要补上。来哟，兵哥。来中间，来正中间。我们也唱一首歌。来，再回到中间。来中间，再一起来中间这边。记得。这首歌就。鹏哥当初。其实一直都是很习惯这样子的游戏节目的，后来也不是没有来，只是因为后来就忙着，然后就很少来，就变成就很少来了，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可能这一次开始以后就哈。对呀，常常太适合，太适合。没有，因为其实华健哥在我心里面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悦的咖。对，校园演唱哦，你我们我最喜欢访问他，因为你讲的不好笑，他也会配合你。我好几次我都想要问他啊，你刚是在笑什么？你没听出里面的真谛啊？真的，哎，有时候幽默是很那个很间接的，对，那连你都没发现，真的呀。所以后来你真的会红，哎，对。那我有一个很大的印象，有一次他人真的很好相处，我们在机场遇到，然后你就哎，哇，你不错，我说啊，没有啊，我还在努力。他说没有，你的歌现在在香港、在东南亚，现在排行榜都第一名，歌红了。鼓励你。对，那我一直想问你说，歌红人不红，很在意。你可能忘了那个事情了。不会忘了，你那首歌是什么？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名。是不是真的也忘？哦，是不是？呀呀，对呀，所以。可是因为歌太红了，人就被了，对呀、啊，真是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开心开心，哎，华健哥，那会不会担心疫情升温，然后演唱会受影响？这个是一直很担心的，最主要也还不是什么票房的问题，还是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健康最重要。对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已经都整整一年了，台湾是宝岛，没问题，也超过一年了，然后都到今天，那还好，现在目前时间还可以，那。只有一句话了，就是希望大家全部啊身体健康。啊、在高雄嘛，顺便过去那个老街那边拜拜一下，埔里那里。高雄当然就是要去。高雄跟埔里有点远。埔里那一条老街哦，去拜拜一下很有用。埔里老街，哎，埔里了，埔里老街。为了埔这个梗，为了埔这个梗，我只是很无聊。我只想去六合夜市而已。六合夜市。埔里老街真的在高雄。你看后面笑成这样子，埔里老街，你会广东话？我不会讲广东话，我们才讲啊。现在唔使讲啦。系啦，你讲丢唔丢丢？丢 ，OK。系啊，系啦嘛。继续。北高双旦演唱会的歌单会因为台北、高雄，比如说高雄比较多台语而有做调。台语，台语，讲到台语，要。我有唱台语歌的经验，是一定会安排的，而且。有进步，有进步，有进步。他有个还唱的还蛮真的，唱来丢丢头嘛，真的真的。回家看到你阿妈一的丢，阿妈一的丢，阿妈一的丢。那是广东歌。不行，这个是真的。你试看去香港唱唱看。香港都没朋友。对，那这一首真的在埔里老街，人更红。在埔里老街唱，阿妈要丢。我有模仿过江蕙的。江蕙，哦呀，有这个歌啊？呀，高雄会。给啊，我记得那那那，我就唱。那个牛好，我爱陪你，加点饮料，听讲笑，听讲少年的时阵，我高，哈哈哈哈，吃好吃万个高，万天万地，马鞭飘飘，忘掉歌词，我们连首歌都唱完了。你的手，我爱甲你牵条条，一定是万条。我爱你也好，哎呦，好感动那首歌，对，真的很棒哦。这老婆会演唱会当天会去吗？后面记者问，
一定会去的，一定会去啊，一定会去。会献歌当嘉宾吗？这个应该还不能讲吧？先不能讲，是这样，先不要回答，先不要，先好吧？是场面话先讲一下，是 OK 的。先讲场面话。对。你听说高雄会来？不，我希望是在台北。你这个朋友，我就近嘛，我就近，对不对？出门顺便唱一下。那你就是说两场你都想来？我来呀、啊，有什么你邀请我一定会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, ，难得。还会忘词吗？刚刚就忘了。我接你烂了哈，老。没有自己拍提示机。嗯，有了提示是非常重要，就是在我演唱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。哦，错，不对。我曾经好像破过记录的，我的提示机忘词。也是你表演的一部分。我不是。如果你这一次表演没有忘词，可能观众会觉得我退票，看到我想要看退票。啊，那退票理由就是骂的，怎么整场都没有忘词，太过分了。有这么无聊？因为他校园演唱的时候，他到了那一句我就知道他忘词了。然后听你们唱，大家一起唱，原来这样，大家一起来。不是，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。校园演唱会主持他太多场了。不，我最喜欢看着那个观众跟着我唱，结果他忘词。哦。那我就笑他。观众，你笑观众。那然后我就忘词。哦，真的是哦，不错。互相烘托。哎，如果要选一首，差不多了哈。心中最经典的周华健会是哪一首？露露跟陈汉典听一下。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们心中最经典的、啊。经典。哎，请说一下。朋友。没有，因为全台湾国小的那个国中、高中的毕业歌都是这首。而且都在打橄榄球。对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真的，那个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。对啊。那唱完那一首歌之后，我们就会一起开趴。对啊。Party。橄榄趴。这样也要。不要闹了。不要再闹了。好了啦。干的，我当然要。对啊，我在我心中的一首华健的歌，反正是他的第一首《新的方向》。追逐风，追逐太阳。准备啊！在人生的那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。因为那个歌是你的出发点，是。然后我是觉得华健是一个他没有改变初衷的一个人，还没谢谢。对，永远都是这么快乐活泼。然后用最真心去唱歌的人，所以在他的歌里面看得到历史、生命，还有我们的情怀。做那么认真，我不习惯。我们也不习惯。感觉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。是应该有在埋伏。妹，真的。所以演唱会一定要去跟他欣赏一下，好吧？谢。哎，最后一题，好，来，谢谢大家。刚刚有说你会用实际行动去支持华健哥的演唱会。嗯，是。那如果他真的没有邀请你当嘉宾，这个承诺还是会实？我买票啊，还是会。买票最主要是，比如我买500张票，然后我就变成我有埋伏在底下嘛。然后你随时拿着麦克风，我们就冲上去就唱了嘛。而且是拿了最大支的。对，我们就冲上去就唱了。他会自备麦克风去哦，一定要的嘛，这个老朋友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Any question else？ 好，来。那个今天合约好像要签给川哥。爱相随，乱纷飞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能如何对？我的真心，你给了谁？谢谢。录音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来，都摆几个 pose 哦。好。尽量没几个了。都是王美小吗？坐左边。谢谢。来，坐左边，坐左边。